Schematic Manager 存储区与存储区亦或比较区，当源存储区与目标存储区内容不一样产生，亦或源存储区覆盖目标存储区。存储区比较大量用于数据交换领域，灭霸帮你打了响指，宝石威力解决，么么哒。